السلام عليكم، أنا صديقكم يوسف لين. اليوم يوم الجمعة، جمعتكم مباركة أصدقائي أينما كنتم. إذا كان ترغب في زيارة تايوان، هنا مسجد تايجون، أنا موجود في تايوان، سأقدم لك كل الخدمات اللي تريدها بالنسبة للاستفسارات. أهلا وسهلا، لو لم تزور تايوان لما تعرف تايوان.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Taiwan, the heart of Asia. 那台湾是一个非常适合旅行的一个地方。那么很多的这个评鉴哦，都已经提到说台湾哦是最适合宜居的一个城市。那我们的这个民众哦是相当的友善，所以对于这个外来的这个旅客哦，他们都会非常的热情。目前旅客来到台湾哦，其实他们最关切的是，当然是他的宗教信仰的问题，所以他们会希望看到清真寺，然后他们需要有祈祷室。另外的话是，就是他们必须要这个净化设施，那这一些相关的环境哦，台湾这几年都已经非常努力来建设的。Welcome to Taiwan。中华医疗发展协会其实已经成立了16年，那我们都希望能够整合有关我们台湾的医疗资源，各个医疗院所的这个专业的服务，然后同时在观光业者的帮忙之下，可以使得到我们台湾来接受观光医疗服务的人民，各国的民众可以接受最好的医疗资源。此外呢，也把我们台湾优良的医疗人员可以介绍，反过来介绍给全世界需要的地区人民，可以到达当地能够进行一些辅导或者是医疗的作业。最后呢，我们是希望能够提供我们台湾非常优秀的医疗的训练的环境使得全世界各地的医疗人员都能够也是透过我们的管道呢到达台湾来接受很完善的医疗训练。其实我们学会目前主要就是跟我们荣民总医院的系统以及我们各地的这个区域医院尤其是我们南向政策所配合的高雄市立大同医院与我们台中的同综合医院这是有关急重症的部分。北部呢主要目前有一个我们台湾第一家的牙科医院就是德威口腔国际医院台湾最顶尖最好的医疗服务来吸引全世界各地的人民到台湾来接受观光医疗。
年的 COVID-19 全球疫情的影响，那么入境的国际医疗的人数大幅的萎缩，但是随着各国的边境陆续解封，而台湾呢也逐步的走向那么各项的活动恢复到疫前的情况，而国际医疗呢，那么在各国的政策上呢也是陆续的那么恢复活动。那在这个时间，台湾观光医疗协会的各位先进同好，那么在这个时间点呢组团前往杜拜参加全世界呢那么非常具有规模的这个医疗器械的展览呢，那么借这个机会来展现台湾的医疗实力，那么进行了这个很好的医疗外交，那么在代表卫福部向各位致谢，也恭喜大家的成行。那么在过去这几年，这个新南向政策呢就拟定了很重要的三个主要的方针，一个呢是人才的培训的深化，一个呢是国际这个医疗的引进，第三个呢就是海外据点的设立。那么随着这个疫情期间呢，那么大家的努力呢，那这个时候呢是我们重新那么出发，那么大幅来推动的时间点。那么台湾观光医疗协会那么结合了这个国内呢优秀的各医疗院所跟从业人员，再搭配我们卫福部辅导最近才成立的 MET Medical SN Taiwan 的各个这个主要的医疗体系，那么我相信在大家的合作之下呢，那么一定可以在疫后让台湾的国际医疗呢，那么再次超越那么疫情的这个水准，那么让台湾的医疗成就能够分享给全世界，也做到一个非常好的医疗外交。那么再一次祝福大家，那么此行顺利，收获丰富，一切圆满，谢谢。